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聆听大地的呼声》系列节目。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在天主所交付我们照顾的家园当中所发生的危机。我们探讨了在大地、在海洋、在农田，甚至在那些弱小的弟兄姐妹、那些劳动者身上所发生的各种的议题。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透过观察身边的自然环境，感受大地物产的芬芳，甚至亲身去体验自然农法，了解劳动的价值。透过这些做法，打开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灵和双手，在教宗的带领之下，阅读天主所为我们准备的这样的一个灵修机会。然而，一个人做事总是让人感到孤单，也容易失去动力。非洲有句谚语说，一个人走得快，但一群人才走得远。因此，在接下来节目中，我们将透过探访位在台湾中部，在社群合作上已经进行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永续生活社群，和埔农学市集和树和院，了解他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长为今天这样的社群。让我们先透过一个短短的影片来认识和埔的伙伴们都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看到影片中每个人脸上洋溢的笑容，大家是否和我一样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幸福呢？和埔农学市集成立于2006年，是台湾最早的农民市集，但它和后来许多的市集不同，从一开始和埔市集就不以创造营业额为目标。从它的名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和埔农学市集代表着是一群人朴实的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学习农业，也就是关心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或许你会想，这样的组织怎么能在商业化的时代中活下来呢？但是15年过去了，
合浦农学市集不但吸引了一批批的农友、消费者，甚至来到市集的人也成为了一同学习、一同工作的志愿者，甚至他们现在还要一起转型，展开斜杠职人的第二人生。这一切是怎么开始，又如何可以让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紧密合作？让我们一起听听市集创办人陈孟凯老师他的故事。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来到就是树和苑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其实我就想要能够跟孟凯老师有一个对谈，是关于说，其实在教宗在通谕当中哦，其实提到了非常多，就是不同团体之间的合作，其实是我们迈向永续的道路这样子。那孟凯老师，我知道您其实在台湾哦，是很早很早就开始谈合作这件事情。那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合浦农学市集创立的时候，我正在念博士班的第一年，我就非常的惊讶，就是居然有一个农学市集，在他的名字当中就是以合作跟学习为主题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在第二次你们第二次的市集的时候，我就从台北冲下来，然后就来朝圣这样。所以我想要就是请您哦，就是把时间倒回到就是可能2008年是更早之前的时间，就是为什么您会在台湾那么早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意识会谈到合作这件事情？那您觉得合作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在往永续的发展上面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或经验是带给你很深刻的启示，所以使得您会开始这样的一个推动合作学习的一个历程呢？好，其实我们的受教育的过程几乎都是服务资本经济为主，是讲究的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标准化，然后去竞争。我会我念完大学当完兵就去美国，然后拿完学位以后工作，在美国工作。所以如果你用社会化的过程，其实我是等于说出社会啊，出社会是在美国。是，那当然美国那个国家比较注重的其实是这一种，除了这个以外，他们对于个人上面的独立、自由跟平等是啊，尤其是平等这件事情，我会觉得那个在内在当中其实是有一点觉得社会应该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啊，当然没有错。这个另外的反面就是个人比较个人啊，个人当然也是竞争。对，那当然因为过去学习的也很正常，这就是竞争。是，我碰到的情况是后来我有去念一些书，尤其是气管系里面有一本有一门课，那门课很特别，是要看很多领导的影片，然后那本课又有两本教科书，那这两本教科书都刚好是我本来就喜欢的教科书，一个是叫做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那就是柯维的，在台湾叫做与成功有约，非常有名的一本，但是教科书哦，对，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是叫做 The Road Less Traveled，就是 by M. Scott Peck，那派克医生，台湾是翻译成心灵地图，在一个名校的 MBA 里面有一门课，居然教科书是这两本书，当然之前我有翻过，但是就是大略翻一翻，那我想这里面给我比较大的冲击，有几个，一个当然是派克医生，他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psychiatrist，就是心理諮商医师嘛，对。那在他的心理諮商医师当中，我觉得他讲的那个过程，我其实都蛮同意的。那他本身是个基督徒，那但是他一开始其实比较是从禅宗，然后慢慢转成基督徒，那当然他的一系列的书当中，也其实会读到从基督教的观点。比如说谈到地狱啊，然后天堂，甚至谈到 purgatory， 怎么翻啊 ？purgatory， 好 ，purgatory 应该purgatory 比较是天主教啦，对对对，对好，那或叫炼狱吧，不到地狱啦，哈，炼狱啊，在净化人的灵魂嘛，对对对，好，但是我觉得这给我的影响其实就是也是一种信仰，就是所谓的正业。就是人在这世上所做的正业，那当然至于死后审判呢，这我想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对，那换句话说就不是只是在看人世间的这些金钱啊，这些物质资源的收集，
比我比较大的影响是派克医师后来有一个是叫做他有一本书我非常非常喜欢叫 A World Waiting to be Born 在讲 Civility、uh-huh. 就是讲我们讲的 Civility Civil 就是所谓的公民吧、嗯、或是叫文明也可以、嗯、那里面谈了一个叫 Community Building、嗯、然后就是真诚共同体的、嗯、那他后来就有一个叫 Community Building Workshop、嗯、那我非常喜欢然后我回台湾之后我就去问然后刚好在台湾有那个就是啊、那是一个就是派克医师成立的一个组织、嗯、然后在推的就是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形成真诚的共同体哦那时候在台湾1995年96年那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自愿去担任那个口译、嗯、啊、嗯、我虽然不是口译的人、嗯、啊但是我就自愿去因为来的这些引导我们的 facilitator 的引导师其实都是美国人 嗯那他们不懂中文是那我就帮他们做旁边咬耳朵的啦、嗯哦、口译在好几次的我也去过中国、哦嗯、去做这样的 community building workshop 是在企业里面那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当人是一种在一个平等的状态、嗯、当然从一个心理咨商师他会有他那种、嗯、当人回到自己的灵魂回到自己的情感其实是平等的、嗯、是、哦在那一种能够放下社会给予的这些阶级或姑且叫面具啊、嗯，那其实人是可以平等的啊、嗯那是我的一个经验啊、那给我很大的震撼，我非常认同也喜欢那一种community 的感觉。嗯哼，那它当然是很有刻意设计的、嗯，怎么样可以有步骤的引导到 community、嗯、创造这样的对创造这样子的一个、嗯，然后在短短的3天啊、嗯，会把一群人啊、嗯，就是今天如果是蓝跟绿、嗯，或是那种深蓝深绿加上放在一起，它也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他们形成一个共同体、嗯、好那当然那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啦、嗯、就觉得说哇这个很好可是不能当饭吃、嗯、好没有办法、啊、这个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没有那个机缘、啊、不过您那时候工作已经那么忙了然后还去当像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志工也好或参与者的角色我会觉得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老实说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嗯欸、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很好玩、嗯、那也没把它想成说会跟未来有什么关联、嗯、那只是您刚刚在问说怎么会对合作、嗯、对那我觉得是从一个真诚共同体的经验过来的那只是就放在那里因为你进入职场以后这些对这些刀光剑影尔虞我诈的一般的职场、嗯、是或者是你创业当老板这些都其实都不太可能的、嗯、对那就只是说哦当人生当中有趣的一个经历好、那也不太敢去想太多、嗯、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真诚共同体 community building workshop 的经验但这些东西到后来也都就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情况怎么样了、嗯、这是第一个、嗯、那所以对于合作对于这种真诚、平等、如果你要从一个很核心价值来看、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是亲自感受到那一种价值、只是它少了一些制度的操作是就是说这些价值很好、可是价值需要有一些更明确的观念跟思维、怎么样让它回到这个生活对对那观念跟思维就会谈到比如说赛局、因为赛局就开始是个思维赛局是一个你去了解、人性当中的有自利、也有利己它的一个互动的思维、那个是后话了、那当然你这些思维还是需要制度去落实嘛、那制度就是议事规则所以如果你把合作从、一个最高的价值、其实合作一定要平等、没有平等是不可能合作的嘛是那也要自由、那也当然更重要是独立嘛、那这个平等就包含不止人跟人的平等、人跟这个所有地球上所有的、这些同样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物啊也是平等的、所以那个是一个核心价值的部分啦、那这个部分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说将来会从事农业完全没有想过、哇莫老师你这样分享让我整个头皮都发麻起来就是我没有想到说您的这个根源会连到这么深的这种人跟人生命跟生命之间的平等的因为就我想不管是佛教上面说众生平等或者说像天主教里面说人跟地球的万物都是兄弟姐妹其实它都是在传递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
我自己也没有成，没有把它就是那个，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对，这是宗教的教导，可是没有像您说，就是这么直接这样连接到对像这样一个经验，然后带到您后来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合作这件事情，在东方的社会当中，尽管我们常常会提，但我们很少知道它是从哪里来。那从孟凯老师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他在过去年轻的时候的经验，使得他发现到人与人之间，除了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我们彼此的这些社会关系之外，其实有一种超越的经验，让我们可以连接在一起。而这样的超越经验，在教会当中，正是因为我们在天主的爱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是个大家庭，我们彼此连结，我们彼此支持，甚至这样的爱让我们超越了种族，超越了人类的界限，而扩及到了就是这个大家庭当中的所有的生命体。这样的经验是成为孟凯老师他在日后开始进行了合作社群这样的一个尝试的旅程的起点，但也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他那时候身处在商业的世界当中，他只是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连结、互相分享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但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融入在他的生活甚至他的事业当中。直到十几、二十年后，因为人生的转折，所以使得他投入了有机农业，也因为他投入了有机农业，看到了小农所遭遇的困境，而这样的超越经验成为了他心中种子开始发芽成长，于是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社群，也就是合埔农学市集。但是这条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让我们继续听听看孟凯老师在这路上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以至于他后来会摸索出了什么样的心得呢？那个应该是说剧本不是我写的，生命当中会发生这些事情，也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件事。是那所以我要谢谢孟远老师，这件事情我大概从来没跟人家提过。那只是你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是一个比较是深刻一点，要触碰到灵魂，要触碰到。那我们就，不管你跟一般人谈的时候，他可能会你是头皮花嘛，他们可能就是两眼翻白眼，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我真的，您这样一讲之后，我就真的觉得说，也许其实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伙伴，像您啊，像小毛老师啊，像文林导演这些，其实我们可能背后深处其实就是被某些像这样的经验，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就是超越的经验，就是不是在这个社会的公俗名利当中的一个经验影响了，所以我们才我们可能不是很明确说我们就是要来做这件事，可是它的确影响了我们后来愿意采取的方式。是啊是啊，比如说您从会计，从四大会计事务所会做这样的大的转变，那我个人也类似。然后小王老师他在做这件事情也是虽万无往矣的那一种。我觉得背后其实都有一些动力，對，那些动力没有去整理，其实人家只是觉得说你很坚持。所以我会觉得说，那当然就是派克医生的一系列的著作，那还有一本书我也蛮喜欢，叫做On Earth as in Heaven， 其实就在描述他自己第一人生死后的世界。那他死后比如说进入一套白光，然后再描述他，然后进入一个算是一个应该说准备进化，从 Purgatory 要到 Heaven， 那个的进化的过程。但是他在描述那个故事，他是用小说的方式在写的，那给我很大的影响。那当然这个就从来没跟人家提过啦，只是在整理孟远老师的提问的时候，我想说这里可以谈谈看，没关系，不会被翻白眼，好，开玩笑。另外一个其实就是那个The Seven Habits， 他其实当然他是从美式的有个人的，对，然后有个人的他会提到比如说 proactive， 就是为自己负责，对，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自由的人，本来自由跟责任就是一定是权利跟义务本来就是相对的嘛，那这也大概还好。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叫做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以终为始，那这种你就会思考说，好啊，那当然从宗教的观点，这种信仰的观点，它绝对不是只有这一生嘛，那你之后
你希望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下一世，如果、哦、或是天堂，或是、嗯哦、那当然从那个角度在看的时候，这个局就拉得更大了、嗯、那对于现在做的事情就不会只看当下的得失嘛、嗯、是、那他在下一个就谈到群体、嗯哦、那他很强调就 win-win、嗯哦、类似、哦、think win-win 类似这样、嗯、还有 synergy、嗯哦嗯、那他是一个很从或许是商业的角度，但是在谈的还是合作、嗯、只是他没有好像用合作的这个名词，他是用刚刚提到的 win-win 啊这些东西、嗯、还有同理 empathetic、嗯、同理啊这些、哦、同理倾听这些、嗯、他是略略的工具、嗯、教你怎么用这些工具啦，那当然没有比较谈那个很核心的、因为对美国人来讲这个独立自由平等本来就是一个不用讲，就鱼活在水里面，就在他们那就是水啊，那不会去想什么独立自由平等，完全是不可能、嗯、不需要去想，那像空气一样嘛、嗯、好，但是在东方不太一样，对，东方的独立自由平等那个我们解严才20年而已嘛，对，空间很小，那个大家对那个的价值核心价值其实体会是很浅的、嗯嗯、或者是很扭曲的吧、嗯、这么说好，所以我会觉得整理这些内容的时候，在回顾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当中那个慢慢的转弯，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嗯、那成立合谱出发点也蛮简单的，其实是因为有一群朋友、嗯、那如果我一个人，我大概也很难用那样的方式成立、嗯因为这群朋友几乎全部都是比较是非营利组织的、嗯像陶帆颖陶老师，那冯小飞，他们其实都是非营利组织的、嗯、结果这个是标准的商人企业人、哦可是当然那个商人的骨子里是有这些真诚共同体的经验，那只是那个经验就好像被埋在下面、嗯、已经有点忘记了、嗯、那当然没有忘记，他还是在那个影响很大、嗯、可是我就放着，因为不知道跟那个会发生该怎么做的。所以当我跟陶老师啦这样的互动的时候，其实我会很乐意，是因为好像有意思这样子、嗯哦、那比较不会一个纯商人的观点、嗯欸、这又不会赚钱、嗯、很难赚钱、啊嗯、等等等等、啊嗯、那当然一开始会取名合谱、嗯哦、是因为英文的谐音是 hope 嘛，对、哦、那合作简谱、嗯、那其实也是这群伙伴、名字是我取的，就刚好、嗯、但只是刚好、嗯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群伙伴，我也不敢妄想说我跟商业人士可以来做这样的事、哦，因为商业人士一定会马上每一次都会挑战你、嗯、啊，这个盈利模式啊，对对啊，回报啊等等等等 啊那你就会看到比如说他们可以义务来做这些事情。嗯，是。四级是一个盈利单位、欸，四级是一个盈利单位，它不是，对对对，它不是一个非盈利单位，它也没，它是一个盈利单位，居然可以有所谓的义工，嗯，好、哦，这是一个部分啦、嗯那当然开始接触农业之后，给我几个比较大的震撼，嗯，第一个震撼其实是这些都是小农、嗯，然后我不是他们的老板，嗯。所以呢，我严格来讲，他们也没有领我的薪水，嗯，所以我商业的那一个指挥或是管理的模式，显然的是不行的，嗯他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嗯，那但至于是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嗯，我也不知道，因为你用非营利组织嘛，又不太对，因为我们是营利组织，对，然后你营利组织那一套呢，也不太对，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员工，嗯，我不可能叫他们做什么事，然后什么都我自己做嘛，可能刚开始是，就是用我的自己的资源去做，可是那个不会持久，嗯。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些农民都是平等的、嗯、某个程度跟我也算平等的、嗯虽然我相对比较有时间去做这些共同的事情、嗯、但在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平等的领导、嗯、因为当老板就是、嗯、对下指令，你就是下指令、嗯、然后可是这些东西你并不是下指令就可以达到的、嗯嗯，那应该说是比较只是一个状态，我在摸索说这群人应该可以怎么样的来带领、嗯、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就一直想要把它建立，一开始也是农友就是志工、农友要一起参与，可是那其实不切实际、嗯、这些农友其实都很忙、嗯、那你势必要真正的
非农友的志工，好，这些人要从哪里来？你今天不是宗教组织，你今天并没有一套所谓的比如圣经啊，大家待会因为对这些信仰，对，他并没有和普通学自己并不是一个他有一个宗教信仰，然后大家愿意来对着这个因着这个信仰啊来做奉献，那怎么弄？阿哉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因为那个那当然所谓的社会企业也不是这样子，因为企业还是一个还是有目标，还是一没有，还有他的领导也不是所谓的民主式的领导，那势必当然你农友这个像这样的平等，其实势必要用一个民主式的领导，那民主该怎么操作？不知道。好，那当然这会就会一直延伸到赛局，延伸到议事规则。其实赛局、议事规则会进来，纯粹是因为要解决问题。所以我就比较不是像一个就像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说，每一件、每一个元素进来，每个元素进来，每个元素进来，最后形成一个拼图。那这个拼图其实是那个问题，你发现解决 A 问题以后。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 ，B 问题就变成最重要的问题，然后再解决了 C 问题就变成最重要的问题。那其实它是一个系统，所以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好讲简单一点，就是合作渐渐成型，是我去务农。我会去务农，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好像跟农业的隔阂。我觉得我农业的隔阂是在我在做农业是第一个都在这个第一个 H 叫做 head， 第一个 H 叫 head， 是，可是还有另外两个 H， 一个 H 叫做 hand， 一个叫 heart， hand 就是真的自己下去， heart 当然是一种这个只是理性的啊，这是感性的啊，这是劳动的，是，好，劳动也是好好，我会觉得那个大部分过度的都是在 head， 而不是，我觉得有时候要透过 hand， 然后那 heart。不太知道是好，反正就下去做吧。那我觉得在务农，我那时候种了大概是两分多地的杭菊，因为务农啊就种啊，啊种啊就统统都种一样，因为也不知道有人有不一样啊。好，那你种杭菊种了两分半啊，那第一个就发现说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你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小规模，你不用。机械不用什么几乎不可能，比如说一开始两分半很多一个人，然后如果不用机械的话，对啊，那时候还浇水啊什么的，你都不可能用人工浇水，最后还是得乖乖的用这些洒水器啊。可是一直不想要这样做，因为一洒水器，它草就长很多了什么。然后后来只是得用洒水，然后用也直接去除草。我那时候觉得这样务农怪怪的。好，所谓的务农怪怪的，就是说难怪惯性农法会那么盛行，是因为你当以规模之后，你不做惯性几乎不可能。对，好，就是说你草你怎么可能割得完？好，那当然那个时候我很多朋友嘛，对，好，那时候孟元老师来找我，一定给你一个斗笠，一个短一个板凳，一把镰刀，你坐对面，我跟着一起我们边除草边讲。好，那当然务农到后来就只是都是除草。除草，对，除草，就没什么好写的。好，尤其是刚刚讲的友善农耕。那一年我又碰到莫拉克台风。那碰到莫拉克台风，杭菊非常怕水。对，我大概只剩下二十分之一了。哇，大概20棵死了19棵。那自己有点不服输哈，要给安慰自己。我说那个留下来一棵哈，就是淹水都不死的杭菊，那个叫不怕水的杭菊，那以后命名叫孟凯一号，讲刘总。品种要留下来，对，好了，那就是，但是你那种大面积，这里一颗，这里一颗，这里一颗，那里一颗，最后我就一颗一颗挖起来，全部集中。哇！我一个人可能做吗？不可能。好，那所以也是很多志工帮忙。真的是很多志工帮忙。好，那时候已经有合湖市集了吗？有。我说我是市集后第二年去务农的，第三年，第二年对。然后等到收成的时候，我就傻眼了。哇，那个杭菊好漂亮，你看到白雪一样，像我们去铜锣，我们看到那个杭菊好漂亮。我想这什么收啊？而且今天收完还有明天，明天收完还有后天，要收大概20天呢。每天根本就，好收完你还要晒干，还要烘干呢。那怎么晒怎么烘？你没有三合院可以晒可以烘呢。那所以那时候就打电话求救，就有农友借我那个茶的那个很大的那个干某就是你铺在上面干某，然后架子还要，因为你要一层一层一层架子，然后跟农友借，还借他人，请他从民间再来给我，都没空去。
好，弄完以后要烘啊，嗯，然后又拜托他帮我烘，嗯，我在想说，因为我不可能去灌型，因为灌型的那个烘的时候都有加上这些化学的二氧化硫，那也不可能去，嗯，好啊，烘完以后要卖啊，嗯，你要去哪里卖？嗯，这样的信任，你花这么多的心血，嗯，它能不能被卖到一个可以生存的生活的价格？嗯，没错，很难。那因为有市集，嗯，那这个经验给我一个很大的醒思，就是，嗯，像我这样子，应该说有一定的资源，嗯，啊，然后有一定的能力，嗯，这样子务农，嗯，都很辛苦，嗯，而且这些资源你平常有地方放，对。哦，你那个干膜，假设你用买的，嗯，你有地方放，嗯，啊，你要假设你能够烘干，你去买一个烘干机好了，嗯，也一定不小，也有地方放，然后一年就用多久？嗯，15天，是365天，你就用15天，干，嗯，膜这边晒就晒20天，嗯，不对，这样不对，嗯，这完全不符合经济效益，嗯，可是小农能怎么办？嗯，可是小农，所以我那时候很深刻的体会到，单一作物对小农，尤其是友善耕作的小农，嗯，是错的。嗯，没有哪一本书跟我这样讲，哎，欸，嗯，是我做完以后发现，你叫我再做第二年，我不想做了，我会觉得哪有这样不对啊，嗯，我卖我有市集可以卖，对，我有朋友帮我烘，嗯，我有一堆农友帮我采，嗯，我一个人都做不完，嗯嗯，其他小农怎么办？嗯，几乎不可能啊，是卖还是个大问题嘞，嗯，卖是最大的问题，对对。那当然，那时候我刚好接触一个叫 permaculture，嗯，就是波门设计。是。那波门设计在讲的就是说，好，你今天一个农友，嗯，跟消费者，嗯，为什么今天要经过一个通路商？嗯，其实是因为通路商集最后再散。没错。消费者要的其实是多样。对 对, 对。那为什么农友不种多样？嗯，我让农友跟消费者直接对口，不是要避过通路商，嗯，而是小农如果他可以小量多样的种，嗯，比如说他种给10个家庭，对，嗯，那他种3颗木瓜、5颗柠檬、嗯，哦，7颗10颗番茄、嗯，3颗，用这样来种，就是这10个家庭需要的，嗯嗯，那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嗯，那只是说这样的务农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你光浇水就是个大问题，嗯，你不可能，嗯，那但是所以那个需要铺门设计，嗯，一开始就把这一种不同的作物的需求，哦，就是作物的需求，还有你土地的需求，嗯，水的提供，嗯，太阳的提供，怎么设计一个是可以少量多样的生产，嗯，然后你有10个家庭，嗯，然后10个家庭大家一起是用一种我们叫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嗯，社群协力农业的方式，是，所以后来我就专注的在想说我来做 CSA。好，那，这也是一种合作。对，那这种合作其实就是说，小农走单一作物，是很难很累的，因为你最后要你势必要透过通路，因为你自己吃不完。对，那你找到消费者，谁跟你跟吃一分地的高丽菜？真的不可能啊。对，好，那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就不要一分地都种高丽菜，或2分地全部都种一样的高丽菜，你应该多样的种。可是多样的种，你用这样子一列一列，那绝对行不通。对，你一定要铺门设计的多元哈，比如螺旋花园等等等等，这细节我就不说了。所以我在上铺门的时候，刚好我那一年碰到莫拉克台风，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思考说，单一作物不需要我去鼓励，嗯，哦，自然有政府单位这些，嗯，都在这样想都是单一作物啊，对，哦，在想怎么卖啊，通路啦，啊，等等等等，哎，其实花了台湾等于花了20-30年时间，从以前的那种小农经济已经转成单一作物，包括我们的农田，包括我们的产销系统，是都是以这个走。可是事实上，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说你去走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它适合的是比如是有资本的人。有大规模生产材的人这样，但是其实对于小农来说，他在这方面他反而变成是更加的不利，但是又没有办法去追得上这个市场的变化。在孟凯老师的分享当中，我们听到他透过自己亲身的实践，他发现到就是当前的农业系统是有问题的，单一作物大规模的种植对小农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相信在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各种，不管是农民市集或者是在地生产的消费，如果是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也会产生一个疑惑，是说我自己这样做对整个社会是有帮助的吗？事实上，这的确是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只靠单一的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改变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合作，而这也就是孟凯老师所说的 CSA 社群支持农业，透过一群消费者与一群生产者的共同合作。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是多样化的少量的种植各式各样的作物，这样的方式也会使得我们的农田更加充满生态多样性，也使得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平均的分散风险，但是同样又可以得到我们生活所需的部分。但是 CSA 在台湾谈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一直不能够在这块土地上真正的发芽扎根甚至开花结果。究竟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一个社群能够好好的彼此合作？这事实上其实并不只是一个概念可以达成的，它需要透过很多的实验去找寻到对于我们台湾社会更适合的方式。而这正是孟凯老师这十几年下来的经验可以带给我们的分享。关于这部分讨论，我们将在下集的节目当中进一步的向孟凯老师请教他如何经营这样的永续社群，而他又想要把这样的永续社群，或者是照孟凯老师的说法，他也许不会觉得是他想要带着这个社群前进，而是这个社群当中的人可以怎么样的一起前进，走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那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永续生活呢？我想这其实也是教宗在提醒我们的，在当今的社会当中，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新的价值观，我们也需要的是与这个新的价值观呼应的生产还有生活的方式。那究竟如何？台湾的经验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与心得？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